就熟的图会比较强啊。对啊，你合理吧？那你图还不够熟，你就不能说你比我猛，合理吧？没有，我没有。玩游戏，我觉得直接就直接去网咖，然后我借账号好了，单挑单挑单挑。你要听人家讲什么来啊？你要听那这些比你强的人讲公道话。他们没有比我强，他们没有比你强，你要确定的。为什么没有比我强？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他都这么讲了。我是不知道同事的跟白金的在那边说白金，同事比白金强。打我都没在打，我还在。我们才打十场而已呢。谁白金？去说转白金啊？啊？阿红就白金。我没有，我跑到金鹰就停下来了。他们又没什么在打，啊，你也打十场，你一直打，你白金才叫做屌吧？嗯嗯，没有这句话，你这样讲的话，这问题就很大了。如果那表示如果你一直排，然后排到铜牌的话，那表示哦，我的实力在铜牌。可是我们打十场，表示我们 KD 也够，才可以到白金啊。也是我没有一直排啊。对啊，我们也没有一直排啊。我是通的吧？这个无敌是通的吧？我没有多说什么吧？我不知道，我不是为了嘴而嘴，但是我讲的是事实哦，我讲的是事实。我们的差距没有，不要亮光嘛，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对不对？啊，我是在回应他，他说你的赌好了，你就看我秀一场，就不要再多说。如果你没秀怎么办？没秀就没秀、啊没秀的话，请来入主请我吃饭，谢谢。讲一些他妈有退路的话好不好？他不是很有自信？有自信啊！不然，现在你跟我换账号了，我帮你把 KD 打到正的。但是你点没打出，但是你没打出数据，你就闭嘴好不好？没有，我跟你讲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目共睹，你不能因为你不想要承认。你就硬不承认？你要承认什么？承认我比你烂？你看这个叫三人成虎，你知道吗？啊、已经有三，有举回来了。哎，礼拜六，今天礼拜六没有对啊，看他不回来了。好啊，他门不是半开啊？没有啊，他半开、啊，他左边是半开啊。不是、啊，你要想一件事情啊。对，如果说那三人成虎，那三个人都是不认识你我的情况下，我觉得讲 OK。对啊，不是啊，他们是三人成虎，没有一个数据，没有来说，没有，我跟你讲，你看的就是一场数据，一场数据根本不能代表。那我就说，我在看一场啊，这样合理吧？啊，两场还是不能代表什么？你要看一百场啊，你要看一百场，对啊，我觉得不用到一百吧，我缺。我们看啦、啊、我这边讲一句公道话啦，如果。有实力的话，其实大概两三场就大概知道他的实力在哪里了啦。对，主要是我就说我在看嘛，我在看一场嘛。啊，如果你这把很 OK， 那我当然闭嘴啊。没有，我讲的是合理的吧，蚂蚁，我讲的是事实嘛，对不对？没有，因为我们讲的实力，并不是说哦他的对枪怎样，我们讲的是你的观念怎样，我们并不在乎你的对枪技术是如何，你懂吗？我们评断一个人。对，就是说，坦诚的观念比我 OK 就对了。他观念不错啊，我讲认真的，我从那时不是说我没有不能比你 OK 啊，因为这个是有经验性质。就他们说你比我 OK， 那这个那我等，我没有说比你 OK， 我只是我说他观念不错、啊。知道没有？他们说的、啊、对吧？哦，你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哎，兄弟，他们说我比你猛啊？对啊，确实是他们说的、啊，你懂我意思吗？哦、对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刚刚问了嘛，所以他们说你的观念比我 OK 是这样讲吗？啊，不知道，就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来嘛，我们一人一把，没有，反正他们就是我们一人一把，他们就是这一局。好，你先听我讲完，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我比你强啊，他们觉得我不能控制啊，所以你应该是去跟他们争论，不是跟我争论啊，所以我现在来证明啊，所以我就是我们一人一把嘛，他们用谁也不好。我只有三个字可以讲，北部人问号。真的我们你弟啊不是啊是我弟啊不是你弟对啊那他是朋友他是陈陈他观念好他观念在于哪里阿红你可以讲个举例一下我所谓的观念讲认真的你哪一个人最好的做比例比较就叫做胜中跟陈陈的差别好了啦以新同样是新手如果你说是我没有你听我讲完就是我指的是观念的部分
这只是一个比例，我比喻而已，我并没有说慎终不抢。他对枪的确他也会对赢，但是他的观念是差的，因为他会直接 give on 那局，但等于是在浪费那个时间了。你现在讲的是慎终啊，他们阿成，然后我讲的是不，然后我讲他观念不错，是因为是他大概在什么时间知道做什么事情，那叫做观念好，懂吗？这个叫做一个我必须要讲的点。他其实他不错，我们会觉得不错，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自己当下在做什么时候，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我知道你如果说他这一点，我觉得很 OK。但是你说他观念比我好，我就觉得不 OK。观念没有你好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再有待加强，有待验证，有待验证，有待验证。因为毕竟这种东西我们也不是特别高端呐、啊，但是玩久了大概知道这游戏的实力的人大概在哪里了、啊。半夜是我有穿，还剩700多少？啊，700多少？60。得。他60也够大块。为什么会有两个盾呢、啊？什么盾？为什么？各两个蒙太呢？哎，为什么两个盾呢、啊？对，为什么会两个盾？可以丢那个啊！我丢的，他直接丢冲爆雷，他的盾会炸开啊！他应该死了，也没有人，没有啊，就预开一阶啊，这就没有人，就预开杀小啊！为什么会有两个盲盾？那个 bug， 这是新改版的 bug， 这个我很确定。两个盾，他说看这画面也是，啊，这个两个盾哦，那我到两个，啊，一个是有造型的，哎、欸。怎么进来啊？他怎么在那边？他焊接工哦。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吧。焊接工。的那个炸铁墙的吧？还没有通电呢。他应该是利落吧？刚感觉是利落。是利落。看脸上是利落。可是他利落。哦，他可以射掉一个，他可以射掉一个。对，他从楼下射，然后再炸墙这样。现在我出个很大胆的想法，说要选用这个。你要充电是不是？我还有另外一条。加了700超好吃的。老板，你刚才咬口啊？那肯定叫信用版。我印象中，宣凯的确是不烂，但是这是就是普通的这种意思了。没有，我们说的还不错的意思，其实我的意思是有点类似近似于一个。完全没有碰过这个游戏的人来讲，对啊，我们的意思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实际操作过这个游戏的人来讲，因为你会被各种捅穿，这是一个新手的常态。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子，对啊，而且我们打的场次其实虽然说其实遇到的队友都是智障，对面也都是智障，就是就至少要赢金啊，曾经的赢金啊。我发现你是紫瞳哎，现在。对，很惨。我看到他排位，我直接笑出来了，不知道在干嘛。你怎么去这么下面？啊、怎么在同？真的是、啊、很屌，很屌的是，就是他打了21把，然后再铜牌。我靠，真的屌，真的猛。为什么？干这样回来有哇、啊！已经到了，好、啊，不，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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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把钥匙偷人到别人的房啊。他不会快到打算走这样子了，不然呢？要你等我，等下我去打一把，打把钥匙啊！我有错吗？不然带我躺在吗？我有错吗？阿乐射击的。R4 has located a bomb. You know what?先升级，先不用跟阿姨起，这样子。如果阿姨那边还有疑问，这样一百过去。再切了，再切喽，再切喽！哇 ，S 冷库惨，冷库惨，冷库多少？嗯，大概75左右。我刚刚打到开枪而已。你这边下去右边。他听到我讲话了。干你啊！这什么烂枪法？操你妈的！我这个妈在干你！还行了啦。他把他击倒，他没有枪射，你就该过去。不是，我知道，我知道过去是我枪法太烂。冷静，冷静 ，just calm down，OK、okay。妈的，我来揍你啊！那是不会太会 care 这种东西的，所以、欸、还是我那边开脚洞好了。你觉得、欸、哪一个？就是冷库那边，因为我留一面有开。然后因为我想说开脚洞，没有、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把我们没什么打野啊，就这最严重就这样，所以，那我也不会打野、啊，就会变得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没有任何姿势打野脚，除了这个 A 啦，可是 A 啦跟这个底薪好像都有点飞。十八点，我在干嘛？对面其实蛮烂的。Yeah. 不要侮辱人！刚刚我被，突然被绊脚了。在龙虾，现在是龙虾。干嘛？怎么就翻了？刚刚说快要入算，可以一个月，可以洗9000块之后。我只可以要开枪，我没打到他头，击败。啊，半血，干，我废了。哦。对，废了。你猛哦。妈耶，这个架枪不行啊。没有对到，偏右了，偏右，他在右肩。偏右，他在右边，你又被。突然，不是这样打，你刚
你刚刚的打法是要他看到你的车的时候，其实你要么就是瞬间站起来。对啊，他预设你的位置是站起来的，蹲起来，蹲下来的。所以你要么你就站起来，然后往右边靠，然后跟他对枪。不然就是直接冲过去跟他对。要么你只有两个选择。嗯，哇，小钟把那队友勒死了。他这，他有发现吗？啊，包在楼上，靠腰我都没发现。对，包在楼上。他这样来得及吗？我不知道，可以吧？他应该双龙龟。三十几。我是觉得他旁边这个木墙要被炸烂了。那手表要直接开炸，然后就爆掉了。他们还在拆他里面。人家在旁边睡那边的 50cc 在这里。他没有睡不了，不知道。他们以为那个 A 哦，在找他这样。对啊，我猜啊。想说他怎么没回来，因为包掉了。靠！那你手包就好啦。手包 OK。啊，一个二楼嘛，祈祷不会被炸死吧。还不要红哥。嗯，我应该会先二楼的话，我应该先烧房间的，我才会去烧那个小塔、大塔。先烧房间再烧。我看有没有帮你帮，有没有办法帮你解电吧？看看，还有啊，应该不太可能啊。那边可能要靠下面上去。看 Sophia 有没有意思吧。而我觉得那个是没办法，真的假的？然后我就说，他先睡着，然后他吵到我，他也吵到我，然后我就起来，我就拿笔走。他讲，然后我打他脸，我打他鼻涕了。啤酒，含多久？哦，快跑！白裤裆。就我真的觉得全部角色里面最强势的，真的是啤酒。真的是沙发睡，我起来跟我说哥俩人睡。真的没有开玩笑 ，V 九的角色我这真的觉得太强了。可是你又想不出什么方法让他nerf了。哎，这是谁？红哥，哦，这变身五秒。我是觉得太强了，那太东西。哈哈哈哈哈！来，帮我放，快点，快点。好，志成，嗯。你要出去点那个，因为我要走了。什么？出去点内存。哦，好、啊。已经快挡。我们已经二比一了。好悲啊！怎么了？背后窗户啊？这个窗户吗？有两个对着的窗户，这是叫什么房？是猎物陈列室。Okay. 有一个气哦，你就说一楼楼梯上来那个窗户就好。怎么了？你说这个连累穿，哎、欸，我，我的位置刚太烂了，几百，我怎么了？怎么突然离开了？没事，我那个换个网路。好、哦，啊，这样子好一点。哇，你现在充电了？到，你得穿的网络。啊，哟，后面，军械。哦，他不是、啊、那个东西，他泡整管，你有看到吗？他泡那个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呢、啊？他把他拿去他炮整管的、欸，那把枪到底有什么好炮的？他好好的去丢嘞！哇，他整管直接烂掉哎、
像是连线，你回首页。他一发都没打到哎、欸，那你直接重开就好。怎么可以这么屌啊？哎、欸，他有先打我了。哦、他有先打我了。啊，不是。哦，好吧，那他换短枪，好像就炮整管了。那我这样打完就要先休息，我要先吃饭。重新连线，对对对，先吃饭。先吃饭。拜拜，拜拜。人还没回来。早上早上，他说他找到女朋友，不知道从哪找。对，谁找到女朋友？我的哪位？徐天乐。哦，他离开了，是不是？啊。哦。终于。啊、你要赶快连回来，不然你账号被锁。我在连呢、啊。我们这场赢了的话。对。那回来了，回来了。哦，赶快，赶快，一样一样。他刚才有帮我解电吗？我不知道呢、欸，我。因为他们好。我对称。我对枪对对，然后我队友就死了。我打一个窗户，然后莫名其妙我队友，我打死一个人，然后对面也问号了。没有，我莫名其妙打死一个，我开窗户打死一个人，我超扯。嗯。好可怕哦！都。他们是有变态眼镜。嗯，刚完 B 就那个死掉。墙后面有，他刚才烧墙烧一下就死了。好了，这里好像还有人呢、欸，是吗？电车上不上？三个人。The diffuser is no longer in your possession. 婴儿房，婴儿房。The diffuser has been secured. OK。就一个，就一个，婴儿房里。这样子，这样子，羞辱一波，对不对啊？啊！怎么有人杀队友？哦，还有这里。快到，快到！右边啊，哭啊，哭啊！这队友到底在干嘛？他开爆头舞哎！然后重点是，他妈的，干！这角色那个造型，我完全看不出来是他呢！我操！我的头好，真的是很。啊，这到底几等 ？OK， 三十等，难怪可以菜的跟狗屎一样。我操！我真是变，真的是物理阿达玛一代。算了啦，反正他都玩来人了，感觉就他妈超废。他给的时间还不错，讲真的。那给我那个。干，觉得他是几个世纪以来最被削最多的角色，倒是真的。会让我觉得他蛮可怜。蓝眼其实是真的是一只攻方最强势的角色之一，早期啊。嗯，没有梅露西、阿努尼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角色太 OP。可是现在砍太多就没有很好玩了。嗯。We need to locate a bomb. 啊，我的一次死亡是队友的。这是一楼地下室了吧？哇，地下室我选错了，靠腰！你就选那个，但我该不要打长赛吧？我天哪！亚美德？有、no, 地下室，地下室。延长赛亚美德。哦，我车成功逃脱。哈哈哈哈哈！长赛亚美德。
这是要偷我的意思吗？真的。关哪边？你要听的对。我没有自信可以过去。就把密码进来赶走。我跳一下，你跳一下。那个、哦，地下室有人哦。点在地下。来这里，他在那个门后，我不知道怎么讲。被溜个身，溜个二楼，二楼，我去小屋后手车啊我那台车被打掉了。有火山盾，哎呦，在门缝后面，门缝后面有一个，柱子后面有一个，哇，太完整了，我下去我以为没人呢，其实。因为我走车下去才看到了，这边盾后面有一个，这是火山盾，这是火山盾，然后没资讯呢，我资讯就资讯。这里这里，哎，两个都在点内，两个都在 B 点内，两个在 B 点内。可以走跟你左边的那个火山盾这个。不去。小心左边会有人来哟、哦！我去架子走。你等一下吧，你等一下吧。还有个在左边，你左边，左边动。妈一枪操几百！冷静，冷静。右边，右边，右边。冷静。哇！哇！我以为是左边。要戴耳机啊！投降。我帮你暗示。哎，干他不让我按。太，什么东西啊？我变了你，前言再跟他不来只好算，戒不掉烟，戒不掉你，该怎么办？再多开一。打击洗，完全看不懂他讲什么。漂亮，我今天夸我要多。台湾人就没办法这样搞、欸、好可怜、啊、对啊，超级超级歧视、欸、直接歧视我们这些学 buff buff 的。对、啊，精灵语。所以打中文是正常的，是不是？不能打中文正常、啊、他们是打罗马，不能打中文，他们打罗马拼音，那国人的专用语。那这游戏是有在歧视的、哦、那你就打个 MMSL 就好了。中华哎，中国是我们的美区，我的妈死！哦，那你就再直接全屏讲个台湾 Number One， 这也可以。嗯。你说我刚刚讲那个？我刚害死一个队友的那个。嗯，正常吧，没有。现在那种 rotate 对这种新手来说都超级难，他们没有注意到那种细节。What the hell？ 我击败的。
这里哦。干杀小，我怎么一看到就可以爆了、啊？杀小。大锤石，反正看到不合理的，给他检举下去就对了。右边呢、哦？在窗户右边啊？不是，那个是没有在。你在小塔，你在大塔，叫你回来。嗯、刚不是都封起来了？A 点窗外一只 ，A 点窗外一只，还有另外一只。你呢？在桌子。我来救你。我这边应该有人，我这边应该有人，稍等一点。应该有。我干，我他妈不知道什么从那边跳。你帮我探一下，用你的身子探一下。刚是你射的吗？不是我射的。那应该就是有人在这附近，确定。刚他是射这墙了，我不知道是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在射？是对的事还是你那事？这边是没人了，我这边暂时是没人了。啊，系列啊系列，你竟然封起来了，人家回不去耶！而且没有人在点内。没事。烧开烧开。点内，烧了。点内、哎、点内点内。被切了，你们去救他鸡巴呀！我操！我好想鸡巴呀，好屌！换我倒了。为什么全世界都来救那个然后 点就没有人守了干我废了结果刚刚没想到会这么多人来救我倒是真的他们在那边拖好久我是到厨房才发现旁边都有个离群我从那个横杠上来我那边跳了几百次第一次摔死在那里干扯烂真的扯烂为那个我觉得我已经最自然的对我就开始放弃他等一下应该要立刻冲进去然后还开咒我是觉得他会直接给我们四个人头上来一枪我真的对我开搞对我尽管这个那我要搞了他不想赢我也不想赢了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家嗯、这把我就是 D50 刚才是谁一枪一个是我去我跟你跟李欣李欣是 LOW 那个 Low Life LOW 对 Low Life 这个、啊、好啦应该我应该早点看到他没事的这种游戏的胜负都是其次啊其实国人比较 重视胜利而已对我们来说好像这种东西还好从前觉得可惜这还好反正顶多打到5-4而已干到底谁了对面在干嘛、啊、你当枪梦见的 SSD 是什么意思啊固态硬碟好叫他换固态一点就对了。我觉得他这样随时有可能会断线，感觉。哎、欸，不会，没了。很想，没吃呢。不行，我坐姿晚，等一下。刚刚躺下闻。第一场就搞这种。哭呀，戏呀。地下没有。有那个干扰器哦，有没有？有没有？有完了，那我没救了，我抽不开了！救命！大家救命！放、啊！
Your mission is to locate and defuse a bomb.真假的，他重点地方，他竟然没有放，竟然没有放。You located a bomb.婴儿，哇！后面后面楼梯楼梯楼梯，他从下面上来了 ，V 九，我废了废了废了，通道通道一个通道型角色，通道型角，你先出去吧，先出去，先走吧，然后没有被就是 nice。从五步出去，现在降降成交叉枪片。就问你，我猛不猛？虽然说这是虐菜场，我拿 D50直接爆了三颗头，干我好扯哦！但是快不行了，我家人正在叫了。你知道怎么在叫？要吃饭。你妈在叫你啊？要吃饭。要吃饭了，那我就认真的帮你赢下这一把。反正我是真的觉得这个这几个版本基本上都是没 Lucy 太强了。没 Lucy 啊，然后那个什么阿鲁尼，你有想要赢吗？啊，看来也是可以啊，这应该也算赢的。Biu Biu Shuki 耶，那叫做 Biu Biu Shuki。完全不懂那个音是意义到底是什么，可是就好像很猛一样。Biu Biu Biu Shuki， 那我去偷吧，偷然后就作死这样。你在干嘛？没有，我在想一个好方法，我要中在哪里？对啊，这烧开就你就没了。这个东西就是中外面，这东西是艺术品本身。这东西我们不能乱放。我要被穿头啊！白痴军械，军械手比较近呢。军械手比较近。我干，妈的！听到声音都来不及。你这边左边厨房里面。两个超级飞。他有听到我脚步声吗？还是我出去时机？我觉得你出去的时机不好吧？看到了，我现在有看到。他这样是有看到的动作，不行的。坐比较近，我要直接去吃饭、啊、那就拜托你们了。你去吃饭吧，你去吃饭吧，反正这把应该是走远的。你就直接把我踢出去啊！不，没事没事，拜拜。
看着你后面那个门就了，然后也是去。舒服。这个架子就哦，没事。靠背。你刚那个架子，你只会捋肉，不然就是就不用离开那个位置。因为有 PDD， 对不对？嗯。啊。就是。哇。唉，看来又是检举时候了。放小朋友现在越来越多。嗯，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好，我去打LOL啦。OK。好，拜拜。拜拜。